开好，台，可以啊。诶，我还没重开。哎呀，好烦哦。这样，哎，听到猫砂就回不去了吗？就会很想笑。哎、欸，很棒哎、欸，这是我很棒的工作体验哎、欸，怎么可以这样想？你要说他们在里面尿尿很棒、啊，完蛋！现在开台你这样讲、這個，你要再从头讲一次，不然观众没有听到。你要从头再讲一次，你就是在挖坑给我们跳。没错，但是要先等校长开完场，先开场吧。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没事没事，我刚进来，哎。我要去补个血、欸，好的，叫我。还是像你就直接说自由，先自由活动，等一下再说。自由活动，今天是自由活动，好好好，那不放说了。自由活动啊，那就自直接解散，好，好，就地解散，撒哈。就是那爸爸，你就可以就地开始说了。OK， 我们刚才在讲就是我的工作经验，然后我之前有一个工作经验是就是在那个沙滩排球打工。然后就遇到一些那种妈妈很不理性、嗯、然后可是就是反正我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在那个沙滩上面尿尿，然后就很像那个人体猫砂，你知道，人类猫砂，巨型猫砂，对对对。然后我同事就是我同事就真的进去把那一坨那个湿湿的沙给挖起来，而且挖超深，因为他尿超多。哇哇，是是吧？而且真的是拿铲子在那个在挖沙，因为我们那种玩沙不是会有那种铲子吗？就拿那个铲子在那边挖，真的是猫砂铲，真的。救命！铲人杀！天哪，好恐怖！那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啊，然後你就觉得很棒，我想说为什么？对啊，很棒，因为我需要。那你想，我没有铲过猫砂，我就第一个是先铲人的啊，其实人的沙子。就是其实我觉得任何工作经验之后可以笑着讲出来都是不错的工作经验，都还不错吧，蛮有趣的啊。至少你不是很开心。那你们能够很开心讲下一个工作经验吗？你们来试试看。好像很难的、欸，因为我大学我没有什么遇到有趣的，超无聊。我没有打工经验，我没有有趣的打工经验，也没什么没什么有趣的打工，打工就很一般的那捕货员而已。好像就是我们、有啦，都是蛮多的啦。你就麦当劳啊，麦当劳啦 ，IKEA 啦，或者是那种可口可乐的公司啊，那种各种奇怪的都有。是自己也去那个异世庄园，然后上班第一件事情先铲狗大便，好跟我一样，跟人的尿一样。哈哈哈哈哈！你真的？你就好歹人家是宠物的哦，也好好吧。啊，我好像还有一个工作经验是在学校当助教，可是我觉得那个有点无聊，就是在那边，然后每天都快睡着了。助教，可是助教是不是要看？助教看类型啊。我看有一些很那个哎、欸，很忙哎、欸，忙到不行。真的假的？我超闲哎、欸。我之前是，我之前当助教是帮老师做 PPT 的那种，哎，那很麻烦哎，其实还好，因为那个很好用啊，弄完就是老师在旁边讲课，我在旁边帮他切换，哎，我超不了，不是你知道一边滑手机一边帮他切，你知道看啊，等一下，所以你是帮忙切 PPT， 还是说你连内容都要自己做，都要帮他做好？就内容啊，对啊，也是包括从制作到那个啊，反正他给我。他上课的东西，我就把它做成 PPT， 然后他上课前我跟他对一下、就好了。你知道要看那个教授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如果是那种像比如说，哎、欸，虽然这样讲有点刻板印象啊，如果是那种历史老师的，那不得了。为什么？你说要帮内容玩多，找很多就是相关的内容。没有，因为你 PPT 的那个版面全部都他都会要求一堆字啊，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历史老师的 PPT， 是这版面都是一堆字，对，还要整理。不是啊，你把字拿掉，他就不知道要讲什么了，因为他也没记住吧。没有，太复杂了。
可是我有遇过其他的老师也是要讲很多，但是他都可以就是啊，比如说一张 PPT 就放一张图片，就可以讲半小时。啊，就是你那个老师很混、啊，看老师的编故事能力咯。对啊，他真的是讲超久，他就是一张照片，然后呢就可以讲大概半个小时，然后都是满满的字，这样都不是废话，这样我觉得超扯。哇，好强啊！很会讲哎，对啊。我觉得那个就比较无聊。那个、我不是说你讲的很无聊，我是说助教的部分。我也没有助教。哇，是不是？没有啦，无聊啊，就是、比较无聊而已。对，不是，我是说那个助教很无聊。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出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哦，我自己的，因为那时候做什么啊？吓死我！哦，请说，请说。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去做那个汽车借贷，可是我是做那个诈骗小姐，不是小姐，就像你们那个手机电话那个，不是啊，我不是做那个，你是做那个，好酷的哦，你好酷啦。我是做那个啦，哦，不是，我是做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来你讲你讲的吗？我歪了，你说不一样不一样，我做的是那个就是在里面做文书的啦。哦，然后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的主管很好，我的主管是就是启发我回来开实况的人。假的，这么酷哦！好，对，他就说，你现在还年轻，你不要为了赚钱，然后一直做这份工作，然后叫我就是没前途的吗？也不是说没前途，他说转就是回过头看他觉得其实他很后悔，虽然赚了很多钱，可是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这样子。哦，他就是说追梦啦，趁年轻追个梦想之类的。对，哇，放手直到追到手嘛，对不对？来一首，直到梦想到手。对。再讲一讲，问一下那个简讯的，我们还没有看到，没有。但很像我在就是打简讯的那个人、欸、我是西乡、欸、所以上次说那个西乡，我有收到西乡传讯息，所以你很开心吗？没有，我收到了，这样子，终于收到了，没有没有没有很开心。我怎么记得上一次是你还是谁很难过说没收到之类的。我小雨吗？我不是是阿纪哦，阿纪吧，我没有收到任何的那个哎、欸，完全没有哎、欸，那你现在还没有？也是没有啊，挡掉了啊，不是啊，我查过了，我就翻过了，完全没有。简讯，我也没有装什么别的东西，可是我也是都没有收到過。我跟你讲，你们很想收到吗？我可以教你们哦、喔，我不要，沒有你们只要把你不好意思，我要询问一下贷款的东东，然后你也不要真的借，然后你的资料在那之后呢，接下来你就收到一大堆了。我是因为我就是太多了。我觉得你去 Google 应该就可以了，Google 应该就很多人拿到你的手机号码，然后就开始疯狂传讯息。是不用，先不用谢了。那收到很困扰、欸，直接打在聊天室上啊。好奇怪、哦！我觉得你的手机会一直响、哦，就准备对对，没有，你应该是前两个礼拜，前两个礼拜你应该接到的都不是业务相关的，对，那是哈记吗？哈记吗？你是讲哈记，不是讲你本名耶？哈记，你起床喽！哈记要喝水喽！三点喽，该起来尿尿喽！请问 Tommy 在哪里？我看不到。去看我的 VOD， 我要看到现场，你可以叫 Tommy 叫吗？要，原来 Tommy 是这么叫的。嗯，不行，我要突然想到一个，讲到 Tommy， 突然想到一个趣事，这个是我没有要刻意吓，但他自己不知道什么被我吓到的事情。嗯，就是有一次我就出门，就是出房门，然后那个时候他记得门是半开着嘛，然后 Tommy 就我不知道什么 ，Tommy 最近就很喜欢，就是我出房门的时候，他都喜欢在那个缝偷看我，就是这样看着我，你渴望力量，然后也没有干嘛。对，然后呢就是那个的时候刚好是。
刚好是我的手上都两手都拿着那个叫什么，拿着就是吃完的残盒要拿去丢，然后呢他就看了我，然后呢我就只是就是稍微就是突然身体往他那边倾了一点，但是也没干嘛，就是稍微而已哦，就是那种微微这样往前倾一点点而已，然后结果呢他就突然整个踉跄往后退了两步，吓到突然害怕一下，我也没有发出声音什么都没有，他就这样子吓到我，然后他的动作大到我说哈，你请问你在干嘛？没有啊，猫就有时候就很乖，我昨天也是啊，我也是拿东西要出去丢，就两手拿东西走出去，艾露直接吓一跳啊，直接炸好笑啊，炸开，他感觉是做贼心虚耶、欸、没有啊，他躺在地上什么事情都没做他突然跳起来然后全炸了，莫名其妙被吓到，对，就很好笑，不知道在干嘛，还好吧，今天我的猫都莫名其妙这边突然想到又突然又自己不爽又可以乱叫、哦、不是我觉得你那个一定要跟他讲，你那个真的好那很夸张欸，你那真的好崩溃、啊、真的是很夸张，你那只猫猫太夸张了、哦、就反正我今天带芝麻去结扎、啊、哦，然后对然后今天下午刚带他回来这样，然后刚回来的时候就还好，他只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只猫可能有点问题，就是有点问题，有点问题。他现在是芝麻黑，我现在是芝麻黑粉。啊，黑芝麻，我是头号芝麻黑粉。没有，就是通常就是结扎回来的猫，不是通常就是懒洋洋，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动完手术，然后就没什么体力，就是可能趴在那边休息干嘛的。就他今天回来之后，哎、欸，我今天带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基本上已经就是麻醉都退了。然后他就开始在房间里面，然后一直绕圈圈，一直绕圈圈，然后走过来，一直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完全没有停下来哦，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内，就是在那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嗯。然后我就想说，这猫也太有活力了吧！一开始想说，哦，那没事。然后就那时候就下午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来 DC。然后那时候阿汪刚好在，然后就跟阿汪聊天，然后聊到一半的时候，芝麻突然把他的头套踢掉了，就是头套，就有那个防舔圈的那个头套太松，然后就把它踢掉。然后我就说不行不行，我要赶快把它弄回去。然后结果我就开始跟他大战，大战，真的是世界大战，哦、救命，世界大战。然后反正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把耳机拿掉，然后开始在那边抓芝麻，然后要帮他戴那个头套这样。可是因为他超，就是他就是反应很激烈，就是一直不戴这样，然后就一直狂踹我。然后反正就是弄了很久之后发现没办法，然后我就只要跟隔壁的说你可以去帮我买一个就是新的那个防舔圈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出去之后，然后我就很努力的终于把它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就跟阿汪说，哎、欸、阿汪你要不要看我刚被芝麻弄的伤口伤口超严重对，然后反正就是我的伤口就是完全就是变成就是那种就是很像是在手上画一横一横的那种就是自残的样子、哦、超严重的，全部都是血痕，超夸张，超可怕。我那个时候前面还听到就是听到小雨就是被抓，我就说哦那然后就说哎、欸、那你怎么没去，他说哦那个我在等那个就是回来就是防舔圈回来之后我再去包这样，对对对，因为我怕他在中间又把他踢掉，然后我就说你们要看我被抓的样子吗，然后大家一开始都说哦好、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然后看了就你快去擦药了，你在干嘛你还去擦药我就说不行，我现在不能离开他，等一下如果把他踢掉的话那我就前功尽弃了，不行那个伤痕大概就是有四五条，而且是很深的那种，我就超超深，全部都剪还有吗，我可以看吗，来来来来，我来分享给你好可怕，好痛，很夸张，超严重，我真是快被他气死。然后弄完之后，我就跟阿汪说，好了，他就是等到他的这个伤养好之后，我就要把他丢去阿汪家。丢阿汪家，因为我要把他退货。退货，对，芝麻一开始是在我们家的，对，就是说我要把他退货。你看，就是养猫都会有一两个时期，你真的会很想要把它塞回母猫肚子里，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气死！好扯，它就是会有一些时期，就是最会让你崩溃的。嗯，最失控的时候，昨天晚上也是，你们超崩溃，你不被踢到、啊？他就不知道干嘛、哦？因为我晚上的时候，晚上不是一样会直播吗？大概四五点那样子，嗯，我会怕说会太大声，说晚上门要关。然后 Tommy 这时候就是要出去，然后就帮他开门出去。过两分钟，门口的喵喵喵要进来，我就把他开门进来，然后一下就喵喵喵要出去，然后就来回了快四五次这样子。我跟你讲，我原本中途还想说啊，你在直播，然后原本在想说啊，要不干脆我去帮他开门好了。我自己还没睡着，你知道？对，有一次是我开的。对，
好好笑。就是喵到后来，你知道我后来就说，你就不要给我出门，我就把门关起来，直接锁起来，你就不要给我出门，在房间里面。哦，他真的是超级那种，就是超愤怒。然后原本是会坐在窗边嘛，就这样子看着我。然后那次直接是看我，然后瞪完之后跑下去旁边那个饲料盆，大口吃饲料，真的是那种很用力的。很气哦，怒气的，气哦，很气哎，太气了吧！哇，昨天也是被他烦到，真的是会气死。我觉得他被养坏了，就是没有，就习惯到处走了，对吧？对啊，啊，就是啊，反正他只要叫一下就会有人开门，对，对啊。所以感觉是不是要训练他不要一直在那边抓门的方法，就是干脆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在像阿旺说一样，就是在那个门下面都放那个什么猫抓那个洞洞，是不是、啊？没有啦，我是用那个棉条啦，就是弄海绵的那个，不是海绵条，就是人家那种防，防那怎么讲，就是贴在门缝的那种，对，不是，它是主要是防隔音的那个烟味或是隔音的那种。哦，我知道。然后就我是把它贴在那个门边，让那个门整个是完全贴死的，就是它即使推那个门抓门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个门就是松动的时候那个撞到的那个声音。哦，对，就它现在还会抓吗？它现在就不太会去抓，因为它知道抓了不会有反应。哦、oh, ，那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会这样抓，是因为他知道抓了他，我们就会去帮他开门。对、啊，有一部分是这样啊，就是有草有糖吃的概念啊，对啊。嗯，啊，所以要让他有一个阵痛期，就是你要狠下心，疯狂不理他。对，完全就是他不做白。尽管觉得他很吵，你还是不能理他。对。我的天哪、啊！我觉得所有的猫都有这个技能，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你会受不了。对。我们还需要那个吗？骷髅，你那这边太远了吧？那我把它拆掉了。来吧。好，拜拜。拜拜。Please。装一个洞就可以让它自由进。可是你说的是猫门的话，这个门应该这个没办法，不太能自己弄。是租的感觉不太行，不行，对啊，不太行。我有想过啦，就是如果真的要这样的话，就是你想把门门拆下来，旧的门把它拆下来放着，对啊，拿一个新的门去装个猫门，等到你要有点租的时候，对，你再把它装上去门，好辛苦，超麻烦、欸，好累的感觉，好脏，你哪天让他团团从那猫门那偷看？好恐怖哦！好恐怖哦！演那个吧，那个叫什么咒怨是不是啊？那个这样爬进去。然后就哦，那天哦，上个礼拜六，and I came， 上礼拜六我跟白叔出门之后，就还默默的发现我们两个其实超宠猫，就是你们俩会宠爆的那种。对，就是我们俩那天出门，然后一直到回来，我们是早上就出门，嗯，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才注意到我们冷气完全没有关哦，然后重点我们还想说冷气没有关，应该照我们以前的反应应该是哎冷气没关哎，那这样子一整天那个电费不知道多少钱，然后我们两个现在是冷气没关啊，没差，反正艾露在家随便了，算了，给他吹好了，好爽啊。从原本是就是好像垫背会心很痛，但是默默觉得艾露在家的话，那他说啊算了，应该还好啦。哎、欸，可是这样很棒哎、欸，就是已经把艾露当自己的家人了，已经跟小朋友、小孩子。没有，我觉得养宠物就是这样啊，对吧？直接怎么养宠物就？就是突然有点感慨，就是原本好像会很在意垫背的事情，到哦没有，那经济上的有人在吹就算了，对。好可爱、欸，很可爱。我又拿到一个命名牌了。哎、你要命名了？对，在家。你们要命名可以。月鱼在哪？可以给你们。嗯、啊。我要还债了。哦。还钱。最近可以还多少呢？好的。有了，我还完钱了。感觉养猫猫在床上跟它一起睡觉，感觉是不是标配啊？感觉你们大家好像都会。有的猫
也不会吧？看看心情吗？应该是说，没有，就是好像大部分人都会希望可以跟猫一起睡，对不对？应该说有没有人是排斥跟猫一起睡的？我没有啦。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哦，没有开玩笑，我曾经被猫敲头过，睡不着。那时候是去同事家，都会被敲头啊。对。所以那时候是头发整个被敲到打结，还黏着他的手那个指甲里面，我就说救命啊，打结了哇！自己不会扯开的话就完蛋了，你知道吗？对啊，准备痛一阵子。我竟然被芝麻踹脸呢、欸！因为他去结扎之前就要就是断水断食的、嗯，然后他就超生气，他整个晚上都超生气的。然后今天早上就是一早上醒来，然后我就坐在床上，就是还懵懵的想说、哦、好想睡哦。然后他就跳起来，然后直接踩我的脸，超过分！从我背后起来，然后直接直接踹我脸，这样超过分！咪咪失误，加 A， 快饿死啦！真是饿死超过分，要输啦！还好后面真的是不会动武哎。他只会叫耶，他不是会踩你那边吗？我觉得那个啦，小猫跟大猫有差，就是芝麻小猫就更夸张一点，被动粗哦。我想 Tommy 都是默默不讲话，然后呢就做一些事情的，嗯，很厉害的事吗？很厉害的事吗？比如说，踩那边嘛，会牵热套，他那个精华的是哦，气死痛死。他直接降落在重点部位，他就早上的时候就狂喵啊，喵喵到说受不了的时候，后来朋友说你就把他抱起来，就是抱着，他一直喵，你就把他抱着，抱了到他受不了啊，没问题，我就把他抱着，抱一抱，自己后来手不小心松掉，哎、欸，逃出来的时候瞬间往那个重要部位踩，用力超用力踩下去，我真的瞬间我靠，我在旁边，哇，他很懂、欸，他很会挑哎、欸，你了，他赢了，他赢了，对，他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没错，我只知道昨天，因为那个我昨天有开那个叫什么？电蚊香，对，电蚊香、嗯，然后所以就变成是我们是开着的、哦，然后呢，就 Tommy 就有跑进来，然后我只知道超好笑的事，就是我因为我就是昨天就是已经很想睡了，但是就是因为被蚊子吵，然后那张电蚊香会，你知道就是现在的配方会有点味道嘛，我就有点不习惯、嗯，然后所以我就有点困不起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在那边闭眼睛在睡的时候，我就突然感觉到奇怪，我的左耳怎么感觉好像有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我想说啊，会不会是我耳朵里有东西挖一下，这样，然后就好像不是啊，还是稀稀疏疏。结果呢，我就往左上，就是我是哎、欸、是左耳啦，左耳那边有声音。然后呢，我就往左上角一看，然后就看到 Tommy 就在那边，然后一个脸就这样突然看着我。他进你房间啊？你对他进到我房间，然后跑到我的床头柜的左上角这样，然后在那边看我。然后呢，我就看了他一下，然后之后就好像看到我看到他就马上跑走。啊，被发现了，赶快走。完蛋，失败了，完全不知道干嘛，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很好笑。他好像那种就是搞笑美剧里面会出现的恐怖事，会看你睡觉的那种。对，我要补充，那时候是我不是把门锁起来嘛，然后想说中间去上厕所，就开个缝，就走偷偷出去这样子。然后回来的时候，我一门一打开，直接冲出来，然后想哇抓住没抓到他。他就往你房间冲进去、嗯，我想哇，哦，原来是这样，你们没关，然后我想说，这时候我应该进去抓猫吗？算了，不管了，算了，我就想说，自然而然会出来啦。对，想说昨天怎么团团门是开着，原来是因为猫跑进去了、啊。没有，不是，是最刚开始是因为那个啦，是因为蚊香。对，然后我想说啊，反正猫咪应该都会关在他自己房间，应该就还好。结果他就跑出来了，他跑到我这边，就很好笑，好可爱呀、啊！啥？他我不知道他对你们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他对我就特别喜欢偷偷的观察，然后我发现他就跑走，这样不知道在干嘛。他在我这边，他就是一直想要进来啊，就只要门一有打开，他就会走进来。就算我只是出去洗个碗什么的，他就会站在我门口看我，然后如果我没注意到他，他就走进去。
然后一下就又想出去了，对不对？对，等我洗完碗要回房间的时候，就看到他在我房间里面，然后就看到我吓到，然后冲出来。他就很搞笑啊，不知道在干嘛。他就很想要探索一下他没去过的地方啊，对吧？他为了探索过的新世界啊，我的房间他应该是探索过了，只是就不知道什么，就很想要进来巡视地盘。没有啊，他不是要他那你房间就是不是要探索房间，是要探索你了。探索我，好奇怪哦，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哈，好恐怖哦。巡视地盘，巡视地盘，我也觉得他应该是在巡视地盘。今天这里好吗？啊，嗨，你今天过得好吗？看你好像过得不错哦，那我就放心喽。嗯，我就走喽。这个猫咪如果喜欢舔别人的毛，是把它当做自己的虾的舔毛，它觉得你很臭，它把它当谁？真的假的？他把他当什么？因为 我很常看到我朋友的猫一直在舔他的头、欸，哎，舔他的，是当通常是当自己人吧？还是他自己人才会这样舔啊？当他的猫咪吗？因为头发有时候会有粗油的味道，不是？芝麻是不是也会啊？嗯，啊，芝麻是舔我的脸，就是 everywhere， 就是手啊、脚啊、头啊、头发啊，他反正他只要靠近，然后就舔爆。没有，啊、可是对他把你当你的 body， 我现在测试艾露，我就是手啊脚什么他都会舔，唯独不会舔脸。啊，芝麻超爱舔人的脸，觉得他很神奇。就是如果说他在洗澡的话，你把手靠过去啊，或者什么，就是你任何不会靠近过去，他就是狂舔一波。然后我脸一靠过去，他就直接头直接撇开。好受伤的画面哦。对，就有一点。那画面突然好受伤哦，芝麻就是一定会舔爆哎、欸，只是舔到就是真的超痛的那种。你的对，因为就是猫咪的舌头倒刺，对不对？对呀、啊，超痛的，然后就是被我继续被我推开，然后再靠过来，然后就是继续舔。来跟所有人，就是没有被猫舔过的人，跟大家讲一下，被猫舔的感觉，你大概就是拿一张砂纸从你皮肤刮过去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对对对，就是拿一个砂纸在那边撸的感觉。拿个菜瓜布在那刷下去，对，可是那个砂纸没有那么密啦，就是比较宽一点的，所以要想象密集版的砂纸，对，菜瓜布的感觉，就菜瓜布啦，菜瓜布，可是我觉得也差不多，嗯，就是铁的那一种刮到的感觉，没有这么硬，没有吧？也太痛了，一般的、欸、一般的菜瓜布，可是我觉得被猫咪舔很爽、欸，很痛，那个倒是。啊对啊，没有你被舔前三下觉得还好，但到第四下之后，后面继续开始会痛，就开始要破皮了的感觉。哦，真的是要破皮了，是认真的觉得要破皮了的那种。对，好可怕、哦，太夸张了，是真的。真的，而且你有时候觉得说那个猫咪踩踩啊，踩给人家踩肚子，很舒服啊，哇，好可爱啊，很舒服啊，好可爱。不，它是会伸爪子的，它是会伸爪子，会弄爪子戳、欸。哎，我有发现，对，踩一踩会伸爪子啊。我今天去兽医院，然后他们那个兽医院有一只电猫，然后我就坐在那边、嗯，因为还没等到芝麻看诊，然后他就走过来，然后自己走到我脚上，然后开始踏踏，哦，超可爱的，可爱死了。他的踏踏有伸爪子吗？没有，他就是超温柔的，然后在那边一直踏，一直踏，一直踏。哦，然后他没伸爪子的，好可爱。大概踏了快要三分钟，超可爱的。哦，那时候都说别人养的猫猫特别可爱。对啊，我就放在那里说，哇塞，人家家的猫，天使猫猫，别人家的猫都不会让我失望。对啊，你看，一早起来被我家的猫扒一下，结果人家的猫这边给我踏踏，哦，太可爱了吧！一定超这是差别啊。对啊。我觉得踏如果没有伸爪子的话，是真的还不错啦。如果看到它在你的棉被上踏的话，但是有伸爪子会心蛮痛。嗯他真的超可爱的，对啊，我的天！就我们一谈到猫，就是热血沸腾、欸、可是其实我不是猫派的啦，嗯嗯，不是猫派的，猫还是很好吧。你们每个都猫派，我就只好好了，猫也不错啦。嗯，啊，你是什么？不否了。
我喜欢狗狗、啊、我是企鹅派、哦啊、你可以养企鹅哇巧克力是朋友哎、欸、他也是企鹅派对他也是企鹅派的对啊对啊所以他会养企鹅吗不行啊他不能养企鹅养企鹅就被抓去哭抓去了抓去如果他养企鹅我要很常去他家做客那你会先冷死吧我觉得养企鹅很贵耶那个环境那个你要让它完全都是那个零下几度，那个真的是疯了吧？而且他们吃的东西感觉也好贵。哎、欸，是吃生鱼吗？欸、你有看过正面企鹅张嘴的样子吗？我觉得很有啊，倒刺啊、哦，就是各种倒刺啊。就是因为看起来超像异形哎、欸，也是因为要那个啊，咬住鱼不放啊。对啊，对啊，对啊，就那个嘴巴很像异形啦、啊。啊，对，鹅也是啊。欸、那你们有知道企鹅的冷知识吗？就是企鹅一直是半蹲的这件事情。对。啊，这个好像有看过，对，好像有。真的吗？它的脚很长，它一直都是半蹲着的样子。猫头鹰其实也是，它深蹲很强，它深蹲很强，就是、它一直都是蹲着走路。它的大腿肌群非常的强。你们到时可以去看那个，就是企鹅的骨骼图，就是哇，它是一个就是半蹲的样子。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嗯，而且脖子很长哦。对，他脖子也很长，所以他全身都是缩起来的样子。对，对，而他缩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太冷了，要保暖。嗯，就是为了不让热量丧失太多。哦，哦他脖子这么长啊？对，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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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很神秘的生物，就是看起来明超肥超短的，可其实并没有。他很强。对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在演，他在藏，好不好？他在诈骗。那他跟猫一样的脚拉直的话，变超长哦。对啊，猫咪其实是會有哎、欸，这边有拍到一张它跳起来的样子，你就可以看到它脚多长。我来贴，是哪一个？我来贴，贴我贴赛猫赛狗赛企鹅，赛企鹅赛宠物啊。嗯，好长哦，好丑、哦，好可爱，好丑、哦，好像伸缩自如的脚。还不错啊，这把那个模型转蛋有时候有、哦、对转蛋会有，对可爱。哎、欸，那你们有看过？你们会喜欢小蓝企鹅这种品牌吗？这种品种那是什么？那啥？你去查一下，去查一下。小蓝企鹅吗？还是蓝是哪一个蓝？就蓝色的蓝，小蓝企鹅。好，来 Google 看看。它长得很恐怖，它正面超恐怖超凶。哦，啊，它超可爱的哎、欸，可是这种明明超凶哎，蓝色的、欸，哪会它超可爱的，明明就超可爱的，蛮可爱的，蛮可爱哎、欸哦，你要引起公愤了。它的我，对啊，它的正，你的正面是哪一个正面啊？它的脸就是今天我拍的芝麻的脸呢、欸，你们回去看我今天 po 的芝麻的照片。好好好，你贴。很可爱呀、啊，不是啊，很可爱、欸，哦，你笑哎。他眼神很派、欸，超派的耶！哪会？这眼睛就哈士奇的眼睛而已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好可爱！完了，我们大圈熊就停着在查企鹅。对，没有，没错。那我要放一张对照图给你们看，今天的芝麻就是长这样。完蛋了，大家都停住。就是一模一样啊！气死！真的哎，他很气耶。他真的很气，我要拿给观众看，他好气哦，他的表情，对啊，今天就是大战过后，我好不容易把那个头他的那个防舔圈戴上去的时候，他好气哦，那个表情超气耶，他超不开心的耶。我觉得你家芝麻就是完全颠覆了，就是说猫咪没有表情机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表现表情。哎、欸，芝麻表情真的超丰富的，好不好？这是不是开玩笑？好笑，暴气芝麻给大家。企鹅会为了活命把同类推下去海给虎鲸吃，真的假的、啊？他们会自相残杀、哦？好像说会，不是不是，是啊，就是推把同伴推下去吸引注意，然后让其他的可以去别边找东西吃。对对，那我记得动画有演过呢。那个吸引注意力的那个会被一定会被吃掉吗？就看他的运气了，看他厉不厉害了。嗯，可是他自己一个人牺牲，这样可以让超多其他企鹅活下来。
是啦，是这样没错啦，这是他的使命的概念。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会被推下去？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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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突然，突然，首先你要是企鹅，对对，首先你要是企鹅，对，首先你要企鹅，你肯定会被巧克力推吧？哦，那就有可能了，蛮像的，那好像几率蛮高的耶。我突然又觉得危险了一点。难怪他喜欢企鹅，企鹅把人推下去吗？因为你推下去吗？上辈子是企鹅，还是下一次企鹅？哎、欸，对耶，小雨，你的加芝麻这么多表情，你可以把它一些拍一拍，凑一凑，说不定可以出那个贴图包，哎，表情包。哦，你说芝麻贴图？对啊，我觉得其实很适合哎，因为它既然表情那么丰富，它很难拍哎，它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臭脸哎。就是你就花点时间，如果刚好有拍到有办法凑到的话，你现在不是有生气的人吗？啊、生气社交。我觉得这个表情包大概有七成都是生气吧。对啊，各种生气的芝麻，哎、欸，好像还不错啊。哦，那很多哎、欸，我现在手机里面就超多了。要么你像你就是出生气版的啊 ，Tommy 就是出厌世版的、啊，各种厌世的 Tommy。那厌世，觉得蛮适合的哎、欸，真的好厌世、啊。你干脆把厌世了，把我们的猫就是每个都附上一个气大罪好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不行哎、欸，其实因为 Tommy 跟那个芝麻都还蛮适合，就是你知道。刚讲的情绪，没有特色，很有特色。你可以拍。可是艾露我就不知道了。请问你觉得艾露她比较常摆什么表情？你可以往上拉一个、啊，就是你们看过三十，就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上班族醉倒在路边的样子。对，那都超好笑的。我们那天在分享，就是大家的猫的丑照。丑照，我真的是，哎、欸，我真的没有想过一只猫可以丑成这个样子，好过分啊！你可以丑的真的很，真的蛮丑的，真的很丑哎、欸，好笑。我是怎样把它抓下来，然后再贴上来一只吗？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刚刚翻有点找不太到。有人可以，你们丢太多猫咪啊！有人可以送打火机吗？可爱啊！来看一下，看一下，我身上一个中年，没有中年大叔醉倒在路边的样子。你看谁在家里可以送一下？真的是直接笑出来就走了，没有，而且重点哦，这不是成猫的状态哦，我来给你看一下隔天拍的照片，隔天而已，一天而已哦，这是小时候，对，是小时候的照片。是同一只猫哎，这能信吗？给你们看，哇塞，好可爱哦，好可爱！我真的觉得猫咪这种时候是最可爱的。小猫同一隔一天而已，就差这么多。他是原本他这么小只哦，对吧、啊？那个时候啊，像小时候了，对、啊，差不多。死亡角度哎，对啊，死亡角度。原本长这样子，然后都变大叔，所以这样，好可爱。艾露其实也可以，我手机应该可以直接弄一个表情包出来，超多，差好多。那我要放间芝麻吸尘器的照片给观众看。芝麻吸尘器不是猫，不是猫砂铲吗？猫砂铲，他今天自己铲猫砂，很强。他们就是一群妈妈在聊小孩啊，没错啊，你讲的没错啊，欸、就在聊，没错，老师，对，啊，我就是在旁边听这样而已。我那我就是为是这样，没有孩子的同学们，啊，结果怎么样？我最近那个我怎儿子怎样怎样啊？最近又要考什么大学？今天过得好吗？过不好，今天一堆烂事。你还要吐怨气了吗？然后就觉得今天该换你了，气死了！好，
我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未婚女子，我开始要抱怨我的人生了，对吧？未婚女子抱怨人生，可以。等一下，我等了一个快一个月衣服，它前面已经没到两件货，然后我今天又收到了，我说哇，终于货终于要到了，然后我一去看，打开，妈的又少一件，气死我了。然后我今天订的 Uber 哦。妈的，他妈送错地方没收到，我已经饿了快一个小时没收到，我快气死了。好，我抱怨完了，单身女子的抱怨这样吗？未婚女子的抱怨。欸，不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会这样，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很不顺的事情，然后全部挤在一起来这样。对啊，到底。水逆袭。那时候运气特别差，什么事情都会挤过来。对。哎，欸，我已经脾气很好嘞，欸，虽然自己这样讲很奇怪。脾气不好都把他惹的。我脾气已经很好嘞，欸，真是的。到底在做什么？不，哎呦，不好意思，我处理一下，芝麻都逃脱了。哎呦，逃脱了，听到叫声了，听到叫声了。我跟你讲，今天那个一直都会传出芝麻大叫的声音，我真的没，真的是，哦，天哪，没听过他这样叫。欸，如果小雨在帮他弄那个头套的时候没有关麦的话，你等下就可以听到真的超像虐猫的声音。对，可是其实不是，就是但他叫的跟什么一样，有我的台他们会听到。他的叫的超夸张。对啊，没办法，处理一下。我是不是要打个1922？啊，不对吧？为什么是1922？不对吧？不对吧？113吧？113？不是1922？是1980吧？1980吗？我不知道哎，那是张老师的。哎呀，好像也可以哎，应该差不多吧，大同小异。你们不行，大同冷气，大同冰箱。大同电锅现在是要接龙是不是？大优惠，又大优惠，大优惠，有好多东西给你哟，哦！打战争，你看我还特意避开，我真棒。哇，现在也不用避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吧？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没有，炫不一定知道哦。1999，哦，是1999。1999是什么？是什么？不对啊，可1999不是北部才有的吗？那是什么？就是各种发生各种事情可以打的电话吗？不是吗？啊，有这种哦，是哦，有吗？我查，我怎么记得是1999？我看一下，查查哎。对啊，他就是台北市的陈情电话。对啊，哦，陈情电话，就是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打电话过去讲这样。那我们南部人打有用吗？应该是没用，就是说台北市啊。你可能需要找人帮你转接过去啊。对啦，你的电话可能要先挂下 VPN 哦。连 VPN 都请出来了，天哪！其实我觉得，我刚才看到才想到，欸，如果是这种陈情电话的话，欸，那其实真的感觉都会接到一堆奇奇怪怪的陈情，我觉得感觉会很困扰。我想到应该是就是那种一堆阿嬷，就是阿公阿嬷，就是无聊，然后打电话去聊聊天好了。对，我也在想，都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啊，就哦，天哪，感觉好辛苦哦，天哪。可能比较常接到是出车祸的电话吧。哎，欸，我这边出车祸，议员可不可以来帮我调解一下？应该是那个吧。啊，先报个警吧。理想办公室。哦，对哦，应该先报警才对。对啊，因为报完警之后才叫议员来。哦。哎呦喂。哦，有人以前待过1999客服哦，感觉就很累吧，一定很辛苦。我也觉得感觉一定超辛苦的，感觉就可能会有说，哎，欸，那个我加热水不热了，可不可以帮我之类的？哦，这样有点像，
他就跟我想那个，我之前只要那个网络不稳，我就打去电信局嘛。哎，我好过分、啊、哦，没有。可是这个我觉得至少是因为是他们的东西问题啊。对啊，那我是打给客服哎、欸。你又不是网络不好，直接先打给澄清电话，不对啊。你们这软件怎么接的？怎么可以接的这么烂？哎、欸，你之前是骂到什么程度？有很夸张？你说电信局嘛，我就说、嗯、我已经是你家十年多的用户，我从国小到现在都在用你们家的电信，为什么你可以烂成这样？我家网络已经烂很久了。气场气的哇！然后我是靠网络吃饭的，然后你还用这样子，你知道我要赚多少吗？其实也没赚很多。哎、欸，你很会耶！我的天啊，那跟他箍腰啊，这样是对的啊。那可是很猛哎！啊，可是我其实从来没有。我就是在教人家做 OK 啊，没有，不是真的很急。那么那个两年，你要先听我讲，那是真的坏很久，就是因为我们家这边就是。我们家旁边就是那个电信、嗯、啊，我不讲电信名啊，我旁边就是那家电信、而且是总公司哦，嗯、是有机器台的那一种 哦, 哦, 哦。然后结果就是网络一直都弄不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嗯、然后有就真的受不了，然后就打电话过去，然后就是你知道口气比较不好，然后我有一次遇到那个口气比我还差的。哇，还差的，我有遇到的，我瞬间龟缩起来，就电话，我就好，那我再问一下，我再输了，我原本很生气的打过去，然后他说，啊，不然就是这样啦，没办法，师傅说没办法，就是没办法，我说，好，那请你再多帮我看看，啊，不要走的，不要走啊。就瞬间龟缩了，我好烂啊！我的天哪、啊！哎、欸，可是有些客服真的很亲切、欸。哦，对、啊，能亲切就是还没遇到 OK 吧？这样子。对，还没遇到过吧？对。今天还没遇到，上班的热忱还没有。对，今天他上班的热忱还没有被磨损。对，还是上班而已。他还是大一新人。哦、啊，那所以我之前都在欺负大一新人呢、欸。哦，我也跟他一样大一新人啊，说啥？说啥嘞？说啥呢？我们都大一新人，说啥呢？我刚出社，还都还没出社会。OK，、哦、他们刚刚有人说那个澄清电话会接到小朋友问功课，哎，真的假的？哇，好，我就在刚刚就在想说会不会有这种，没想到。这还真的有、哦，我的天哪、啊！哎、欸，你不知道小朋友都超聪明的吗？他真的会帮他解答吗？应该是不会吧。我比较好奇是你有真的帮他解答吗？如果有的话，不可能吧？斜杠哎、欸，斜杠哇！你应该转行去当家教嘞。对啊，家教有些搞不好还蛮就是还不错呢、欸，待遇。大家都只能当斜咖，你能当斜杠，很厉害。哎、欸，怎么有女巫？哎，哦，哇，两个紫金洞距离超近哎、欸！然后你可以当你的地盘了。可是他也是升超慢的。好好。然后刚刚说到电信局啊，我应该之前有分享过了，就之前我就是、嗯、我家的二楼需要网路，但是之前的线是直接拉到三楼的、嗯，所以没有中途有二楼的网路线。哦、那然后那时候就是请那个电信局来，就是帮我接个网路。嗯，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哦、机子网路的机子它是在一楼，然后要拉到二楼嘛，嗯、然后就是当时就想说就拉一条线到二楼就好了，然后他就尝试拉过来说啊。那、啊、就不能拉、啊啊，然后我就说，那就是他说那个，因为墙壁会有管子嘛，就可以拉线的管子。然后说，因为那个已经很挤了，所以没办法拉。然后就是他口气很差，然后说啊没办法拉、啊。然后我就问他，那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他说我记得他那时候是直接跟我说，
啊就，就是没办法用这个方式拉，然后，我有点忘记了，不用网络就行了。后来我就跟他说，那可以从三楼吗？啊，那可以哦。出去在哭我在问你，我在问你方法，然后你都一直不给我那个答案。他在引导你，让你知道问题的真相是什么。他是家教吗？等一下。他是斜杠的意思，现在大家都斜杠，是不是？我天哪！恭喜你会看喽，不错，恭喜你答对喽。然后不可以解决的方法，你秉检过了，才发现那一个就是工程人员，他其实是外，就是有点像外包，外包的，也是外包的，所以。才会觉得好像是，反正我又不管你家那个电信局的名誉啊，反正我就弄啊，啊撞完我就走人啊。白痴，你讲到这个，像这种，我又要讲平板的事情哦，生气。可是说到这种，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是他就是懒得去用，你知道吗？就有些会觉得很多都是这样啊，很多都会这样啊，嫌麻烦。你讲出来了，那我再帮你弄啊。你没讲出来，没出来我也不会用啊，我不知道。然后不然就是对，不然就是甩锅，省个工程好不好？省个工程，没有，我要讲平板的事很夸张。啊，我讲简单一点的啦，好不好？哎，那个这个只是就是那个咖啡厅没在做了之后的那个平板啊，就某个那个合作的一个店家厂商的平板哦，要还，他就只是负责要拿回去而已。结果呢，哎，我们是去年12月31开始收掉的嘛。结果你猜猜平板什么时候才拿回去呢？四月，上个礼拜他才拿回去，就只是拿个平板这么简单，他都不拿，然后还要我们三催事情，我们催到后来那个群组，我跟我两个妹妹三个人全部一直疯狂 take 那个客服说，啊，请问你们平板？真的假的？你们用疯狂 take， 好好笑。对啊，请回答，请回答。你不回答什么意思？请回答，我就是已经太气了，还一读不回啊！还一读不回，你知道吗？超气耶，好扯，好有趣哦。然后最后还说哦，不好意思，这个真的不是我负责哦，他们真的很扯耶，我再帮你联络一下哦。然后呢，结果呢又过了没多久，又要我们 take 他说，所以处理没有？哦，不好意思，我再处理一下。哦，哎，作为老板说真的很扯，这件事好笑。对，没有讲他就不理耶。对啊，四个月，然后呢，我觉得很好笑是中间，你之所以会推四个月，有一部分是因为其实就是中间有一个小插曲，这个我也觉得很扯。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店关了之后，我们店就基本上就我们不会去那边的嘛，那我们就，但是他又没有回来拿，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有拖到，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放在那里的警卫室。你跟警卫室报说是就是我们咖啡厅的这样子，然后他就会给你这样，他就说好。然后呢，他也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好不容易去了警卫室要拿，然后呢，结果他遇到那个警卫室跟当初我们委托的那个警卫一模一样的人，但是呢，他们两个哈，那个警卫就不知道是怎样，明明平板就在他的，就是你知道警卫就是大楼的桌子不就是有点像吧台那样子嘛，就是酒吧那种吧台，他明明就是放在那个台子上哦。然后呢，他就跟那个外送，就是那个什么，因为他是物流业者来代理，他就跟物流业者说啊，没有啊，这边没平板啊。然后呢，那个时候物流业者就说没有啊，就是这个名字啊。然后说没有啊，然后甚至那个物流业者还打电话给我。然后呢，我就跟他说，对对对，就是那里，因为我们有确认过，就是地址说确实是那边。然后我就说，不然你直接去跟那个警卫讲说，就是现在在通电话的人是。就是我这样子，然后呢，就是那个平板确定有在那边，你确定看一下真的没有吗？然后说我没有啊，然后就最后就没拿到，然后事后隔天就是我妹就有专程跑去那边一趟，然后呢也是同一个警卫，然后呢就问警卫说啊，昨天不是有说要拿平板怎么？他说没有收到，说什么没有，然后呢结果呢一看啊，就在放在桌上放好好的，是警卫在搞啊，对，警卫昨天在玩平板啊。我就不懂，你知道吗？没有，而且最好笑的是，那平板里面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拿那个平台的那个系统，他要点餐是不是？我觉得超扯。然后这边也是，就是我，因为我妹那时候其实有点不爽，然后我妹就直接就是有一点北宋的跟他讲说，你现在这样搞，现在到底是想怎样？直接类似的，但是他不是这样讲。但不是这样讲，然后呢，只有警卫在那边说，对不起了，对不起了，那个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你那个请他再来一次，我知道你们有这个东西了这样子，然后就那个时候大概是快三月的时候，
然后结果你看讲完之后，到又过了快两个月，他才来真正的拿走，你就知道他们的做事真的是很好笑，这个效率真的是有点超懒，就都来扛啊，把他扛几点，你知道吗？哎，可他们公司还规模不错大嘞，我真的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没有、啊、那个 F 开头还是 U 开头的？你要我吗？哎、欸，帮、忙打广告。请问你们常用什么？就是那个啦啊！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哦，那我今天是另外一个。你今天不是也很气吗？你常用的另外一个啊啊！我笑。有发发，你今天不是也很气吗？都是另外一个平台的，气死我了！超气。不行哎、欸，你知道我今天跟你们聊的，我们刚刚聊到现在啊，大概快一个小时啊，我的幸运不知道是不是假的、欸，我怎么挖出来的钻石都只有一颗啊？都只有一颗，有一些也都是挖一两颗而已。可是你知道我现在目前为止，我目前为止是用幸运几啊？这是幸运，这是四还是六啊 ？V 在右边是几啊 ？IV 四啊，六 ，VI 是六 ，VI 是六 ，IV 是四嘛？我幸运四，然后。都一直挖到一颗而已，我也是，哎、欸，我是两颗啦。怎么挖？嗯，今天比较衰一点，衰，今天很衰、欸，我的天哪、啊！所以事情凑在一起这样子，对啊。而且我跟你讲，那个我还打去客服，你知道吗？然后客服还跟我说，哎、欸，我在那那个什么，他说是那个什么售货小哥哥那边出错误，他还说，那请问要你要这边退货呢，还是要就是在那个什么再重新寄一次？然后我好犹豫、哦，我都没拿到货了，我好犹豫、哦，干脆退货去别的地方买好了啦。对啊。可是我前面衣服都已经拿了耶，然后算了。哦，人好好。你人也是很好的啦。对啊。还是我应该打 OK。你要怎么傲？你要怎么傲？就跟他欢一下子。你这是怎样？我已经忍你们很久了，我忍你很久了。我忍你很久了。你是不是该给点折扣啊？我这样子，我有一些什么那种计划都被你打乱了。我要出去展览了，我是那个 model， 你知道吗？你这衣服都不来，我这什么生意都没有做，一天赔十几万呢、欸。哦，完全赔十几万。没有，我买那个都很休闲，那个也没办法当 model 衣服的。没有，我跟你讲，谁说 model 就不是穿休闲，也是有，好不好？也是有啦，对，你就说，对啊，你就说，哎、欸，你知道我是穿搭模特儿吗？穿搭模特儿。我原本想要跟你，你知道我是有经营 YouTube 的吗？你知道我原本想要推荐你们家衣服的吗？我看算了，这样子。不好意思、喔，要差评了。我贴哈基的频道给他。你要贴团团的频道。哎、欸，你不是那时候买衣服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吗？厂商回你那个吗？会的、哦，所以你会在实况上穿吗？不是吗？哦、对啊，对，他说要连接什么的给他，然后后来也没看到发文，也没做什么任何动作啊。哦，没，他可能很好奇，想说看你到底平常穿的哪都在干嘛。哦，有有平常都在穿。有趣的事情跟衣服之间的互动，跟衣服之间的互动，你知道怎么互动？这叫很怪哎、欸，没有啊，就比如说就是、可能开台跳个健身环之类的，有啦，这个有不是吗？有啦，是有健身环啦，对啊，就是比如说就是。会不小心讲到说、哦，我跟你讲，这衣服是哪里买的哟之类的。可能不小心，那个不小心可能有一点，就是需要一点某个什么意思一下的，意思一下，自入啊，到自己不用意思一下啦。如果厂商现在有在听的话，有没有就再多送我一件自定，我可以自定的衣服这样子。啊，天哪！然后结果他们发现是拿这个东西是就直接拿去公审，不是拿来宣传的。哎，要公审什么？某某实况组花钱买了一大堆奇怪的衣服，但是搞得我们这样子只各买一件，而不是买大量子，但是搞得我们这边都每个排版只能排一次。
哇，还是你下次制定那种那个玩偶服装的，就是那个什么恋上玩偶的那种衣服。哈，是啥？那个 cosplay 玩偶。好，想说什么东西？哎，这是叫恋上换装娃娃吧，还是什么？换装娃娃，恋上换装娃娃。你就去制定 cosplay 衣服，嗯，然后我戴黑框眼镜去那边毕业，什么叫黑框眼镜？那要看才知道啦。啊，好，哎，不是，为什么是 cosplay 的衣服啦？我你要问我记得你。我也不知道，哎、欸，好、啊，你趁机转移话题。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怎么？哎、欸，我刚才真的想到一个事情哎、欸，可是我真的忘记了，我真的突然我忘了、欸，完了。没了。我刚想到一个哎、欸，好烦哦、喔，好想记得哦、喔，刚才那个很有趣。嗯。没了，忘了。我没了。没了。没了。没料了。最近哦，最近我只有把，因为那个木棉花在播《烘焙王》，把断断续续全部都看完。然后我现在在想，到底要看什么？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可以讲吗？讲烘焙王记。为什么？最近有关于烘焙王？得了，不是，好好啊、就是那个、啊、那个加加酒，你上次你们讲那个小雨讲那个，哇、哦，那个好可爱哦。间谍加加酒，间谍加加酒，哦，那个好看，真的很好看。所以那是新番吗？新的、啊，新番是吧？刚开始而已，新番。好，啊，请问现在几集？第二集，刚播第二集，慢慢等吧。那我养到结束再说好了啦。我现在真的是，那你知道孔明吗？孔明我知道，但是我没看。我听说那个好多很好听，是不是？很好听。嗯，什么叫很好的？就是洗脑的。孔明的片头，我真的片头很多半都是直接跳过、欸，哎，包括那个咒术我也是跳过的。哦，真的、哦？但孔明那个我是真的从头听到尾的。这么喜欢？你看了，你身体会跟着扭、喔。这么赞？是很有节奏感吗？很迷，很迷、啊。我应该，我觉得他的片头片也是翻唱。我还好。对。翻唱就是以前的，对，好像没有打到我啊！我去打你！不要！你去打！不要！我要跳岩浆，平底锅，物理打啊！平底锅当然是弃了。看来最近吃饭有得配了，不然最近又不知道看什么。哎呀，可以啊，真的可以配。但那个也是新番啊。嗯，我觉得最近的新番蛮多都。这一季的新番蛮好看的，好赞哦、喔！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动画了。还有一个还没出啦，那个《辉夜姬》第三季。哦，对，那个还那个也是出了吗？出了吧？不是，已经出两集了、欸，两集啊、哦，已经出两集了，养多几点再看。我去打开它，我去。辉夜姬什么？是那个学生会的那个吗？对，我第一季没看过。我雀魔魂。你可以去看一下，哦，有，真的假的？会很痒，对，很痒，心很痒，心很痒，为什么？就会痒了，你看了就会痒、啊。我自我觉得是两个臭好叫，他们会打起来，他会打起来，对啊，会打起来，对，所以是格斗番吗？对，他们算是格斗番。好的，好，那这样子我也要推一个。你要推我要推三人娘，那已经很那不是很久了吗？那很久啦、啊，但是如果你没看过，可以去看，我觉得很棒。演绎分，我现在是要推旧的吗？没有，我是说如果突然想到，哦，想说齐木楠雄也可以看啊。哦，齐木楠雄可以看，是我觉得是电波哎、欸。对，那我也要推一个旧的啊，《凉宫春日》。好旧！哇，那个比齐木楠雄还电波哎！哎，我超爱哎、欸！困在夏天的我真是快气死了！好好看呢、欸，我重看了五次。他困在夏天那一段，你要配后面的一个剧场版呐、啊。对啦，他才会懂他那个心境呐、啊。而且他的那个我还会跳那个舞。
你会看每一集把它看完吗？就是他那段明明都知道剧情一模一样的，你每一集都会看完，我会看完，因为我觉得梁中春他是一个白痴，就是他就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外星人，哇，而且没，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讲还好啊，他要是再找个几年讲的话，他应该就演上了。欸、现在还好吧，大家已经对他已经有点，应该还是有他的那个，欸、可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之前那么严重，就没有解释到、欸。你完全没有比较好解释到你的这些话、欸那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现在还有人就是把梁公春日当婆吗？应该很少了吧。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曾经的，哎、欸，因为不是曾经，应该说是高职同学超爱他了，这我倒是知道。现在还就是，boy enough。他是到，对他到现在还是把他当唯一这样，很强。他是假的，我很抱歉。哇，这么专情。而且我跟你讲，他可是会看直播的、啊。完了，王老也要被留言了。对不起，以上非本台言论，都是开开玩笑而已。有事情也不要来找我，找团团。找团团。笑死！开开玩笑的啦，哎呦，不要那么认真呐、啊欸。所以没有、欸、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到底大家会很喜欢他的原因是什么？我其实不懂。我也不懂、欸、我觉得其实他是真的很可爱啊，真的假的？我没看。我觉得他很可爱，就是他有些行为就是白痴白痴的，就是我真的说他真的是白痴啊。然后他就是会做一些很让人就是超乎想象的行为，可是他的行为又很正义。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哦。你说很天真吗？不是天真，就是他很正义。我有先通知你哦，我有先通知你哦。有，还有通知。不知道哎、欸，他给我的感觉比较就是，但讲不知道会不会被演，就是觉得他有点太自我为中心了。可是我觉得我那个对那个年代，我觉得他算是一种偶像的存在，就是哇靠，这个人怎么能够这么有自信？哦、就做什么事情怎么那么有自信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还蛮喜欢的。也是啦，确实。可能那个时候就也一直都没什么自信这样。我那时候只记得那时候我跟，因为那时候好像是我忘记是谁说，哎、欸、是我们谁说要看我忘了，反正就那时候我们就看。然后我只记得那时候我跟哈基都一直觉得不行，我不这个我不行，天哪、啊，怎么这种样子？电波啊，哦、我受不了了啊！都很吃电波的啊。对，對啊、我觉得这个这样看听起来感觉就是电波吃电波了，嗯，对吧、啊？啊，有一个不用吃电波的啦，那个啦，钢链啦，钢链超好看的。钢链应该是不太需要吃电波了。钢链新旧版都好看，哦，两版都好看、嗯。我觉得它是难得就是有自创结尾剧情，然后也很不错的。嗯，哦，钢链是自创结尾的、哦，旧版是动画，旧版的是因为旧版那个时候动画还没完结，对，漫画了，漫画、哦、漫画还没完结，所以它等于是制作组那边自己。对，但是那个改编是作者说 OK 的改编，对，是作者他有去问过作者的改编、嗯。但漫画的结局不一样吗？不一样啊，不一样。应该说世界观的架构不太一样，最后的架构会有差。最后的主要世界观不一样。对，他这个我们之前看的是新版，啊、新版好像是听说比较好一点的，对不对？也没有说比较好或比较差，啊、各自的喜欢不一样。就是对于那个世界的解读，大家喜欢的不太一样，嗯、就会都是一个好 ending 就是了。对，两个都是好看的。嗯，对。哦，我觉得两个结局都是能够接受，只是看你们，就是大家喜欢哪一个结局。嗯，有些人是不喜欢旧的啦，因为旧的蛮悲伤的。对啊，有听说好像一个是比较悲一点的。还有。可是其实我都很喜欢，因为我就是钢铁钢链粉，钢铁钢钢粉，钢粉。我刚才想要讲钢铁钢粉会不会？钢铁粉就是钢铁人的粉丝。搞错了，搞错了，搞错了，跑错棚了，跑错棚了，喂，错了，好好看哦！我现在想到也觉得好好看哦，不管是哪一集，嗯。
之前最近的狗粮帮。嗯，你先讲。我之前后来有追去追那个有一个什么灵丸的那一部哦，又有白书啦，又有白书。对，嗯，你喜欢谁？你觉得那个很不错吗？对，没有，你知道又有白书，又有白书的动画不是超多吗？对啊，对，他的漫画好像，我记得他漫画是几集就没了，超少的，漫画超级少的。不是啊，因为动画就是一个打都可以拖很久啊。就是我记得没错，那时候有拖到啊。他魔戒篇，我记得漫画好像只有两本而已，就结束了。嗯，啊，他画很多，两本就没了。我记得好像一本还两本。嗯，还是动画好像做的超多。就那边一直啪啪啪啪啪一直被打。哦，还有右白书是中二中二动画漫画的始祖，岩杀黑龙魔。对，封印的左手是不是也从这里来的、啊？好像是，封印在左手的力量吗？封带啊，就缠缠一缠。不是，我刚才讲，我解开封印了，是那个吧？我今天的手是被封印的左手哎、欸。哎呦，白书跟那个灵异教室神秘学比较老，不知道、欸，因为封印的左手不是那个吗？人美的哦，你说鬼手、哦、鬼手、啊，我来查一下，让你查一下年代，这两个人时期蛮近的吧？对啊，应该差不多，老老的哦。那些小哇，小六身超高的耶！国小四点下课，然后我会冲回家看四点半的《林桥的审美》完了，没看过。可是说审美有些有几集其实也是蛮可怕的。对，神秘小时候是他又爱看又怕，他十八禁的漫画哎、欸，是哦，对、啊。说到这个，你们有印象那个飞天小女警里面的那个一个他的那个很像龙虾的那个反派哦，那个以前小时候看起来会怕哎、欸，他真的吗？他还好哎、欸，他是超级邪恶的角色哎、欸，我长大后我才知道，是啊。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然后他很邪恶，然后他就是好像只要他的出现，他就会诱拐那个，因为他就是有时候会做一些好事，然后想要吸引别人注意，然后可是他其实做好事只是为了就是要让别人同情他，可是他只是要做更大的坏事，就是拉自己身份做好一点，这样才可以做更多坏事、啊、对。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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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漫画没有那么 OK 是不是？漫画后面整个是很奇怪的剧情，好奇怪。可是我觉得动画，那就动画把它弄得很好笑，就好笑。对，所以你看看动画就好了，对吧？没事，我是动画党。没有，你知道我会觉得他很猛的原因，是因为哇，他疯狂打破第四面墙，哎，超白痴，就很有趣啊。然后一大堆版权炮，我不知道在干嘛，对吧、啊？超危险的，超危险。真的是把那个时候当代的所有的动画全部都版权泡一轮，你知道在干嘛？就是能消费的通通拿出来消费一轮啊！对啊，好厉害啊！真的可以去看啊，没看可以去看，超白痴！你说可以去看个马拉松是不是？对，你可以去马拉松看一个几集，你就会发现超白痴，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每一个单集，你就算没看过，就是单集的笑点也都很够的那种，也很 OK。哦，对，他完全不影响剧情。对，认真的。记得就是每次都在讲什么面包说什么什么假胖第二十七号。对啊，反正都是他发明的、啊。可以直接去那个木棉花马拉松看的啦，现在都在播。对啊，对啊，很好看，可以去看一下。哇、啊，对，面包的那个。哎呦。哦、他们说漫画的原因是因为被逼的，他才画成那个样啦。很多漫画都是啊，对，很多就原本差不多想要结尾了，就是出版社不给他结尾，对他不想画了，想、啊、结局了。因为对啊，嗯嗯，自己也是啊，但是越连载赚越多啊。
对啊，所以就变成是作者不得不画，然后就画的就品质不好。逼着画，看看《十级之灵》也是啊。对啊，哇，《十级之灵》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可惜啊。那个其实世界观其实弄得很 OK 啊，后面就不知道在干嘛。赶火车，在火车上赶火车。我真的是火车上赶火车。以前做个菜可以两集还几集，然后那个动画超多，然后他给我一集直接全部打到决赛，到底是什么鬼？超快的，一个分镜带过。对，我突然觉得那些人很可怜，你知道吗？明明参加的大赛是比跟以前比起来算比更大的，你知道吗？对啊。结果画面更少。很好笑，哦，是还期待一个啦，网球王子。网球王子没完结啊、喔，我以为他完结。还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后面不是国中生打完吗？跑去国中加高中生一起打，是就是杀人网球啊、哦！对啊，杀人网球、欸。可是后面后面技能越开越帅、欸，死掉啊，不是吗？还没，还没，还没。还没有、啊，还没有，居然他那个打法居然没有死人呢、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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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上打，然后龙卷风都来了，还没死人哦。对、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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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倒是没有看过网球王子。哦、我妈超爱网球王子的，我妈把网球王子全部看完了。我跟你说，我也记得国中有一个同学，他超哈越潜龙嘛。女的吗？还男的？然后他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是看，他好像是看动画版。嗯，他是他动画版。然后就是好像那个时候是大概下午五点还五点半，就是播他的这个卡通，这样就是动画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天刚好班导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把大家留下来训话还是怎样，所以就留的比较晚。然后结果呢，要终于准备放人的时候呢，他看了一看时间，他就突然爆哭。我们说怎么了？你为什么哭了？他是真的爆哭了那种，就说我看不到这个网球王子的完结。完结了，刚好是完结，我太难过了，是超级爆哭了那种。我说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不行，我也会很难过哎、欸。可是小时候这些事情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哎。对，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重播啊，你没有办法一直看，对啊，你错过就是错过了、欸。对啊，以前上也不。以前没有这么多平台可以看啊，对，应该说没有啦，以前也是，对啊，就是做电视，对啊，只是我们就想到，哇塞，那你真的是超热爱，你直接哭，他真的是哭得很惨的那种，哇，好难过哎、欸，梦女哎，他应该说啊，他好像有说什么叶璇老师他老公，那就是了，完蛋了。哎、欸，我以前也是网球王子的梦女，完蛋了！你哈谁？你哈谁？你哈谁？我是家教梦女。啊，完蛋了！可是比起梦女，我更想要看他们搞 CP。你那个角度跟人家不太一样。还好吧，是我的 BL 启蒙作哎。我笑。小时候好像没有，真的没有像你们，就是说，就是很真的特爱什么。你被局限太多了、啊。对啊，就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然后我就只能跟家里的表姐跟妹妹看一些，对啊，少女漫画，少女的，那个什么哆瑞咪嘛，对啊，哆瑞咪，可是哆瑞咪很好看呢、欸，葫芦娃好看啊，哆瑞咪超好看的、欸。你是对哆瑞咪有什么意见吗？对啊，没有，我没有说不好看啊，我没有说不好看啊。啊！因为哆啦 A 梦吵起来，这一群到底是反什么？小花，小花老婆哎、欸，想起来了，风之美少女。光速美少女，我觉得一代蛮好看的、欸。就对，就是一代是真的不错，但是后面真的是跨魔力在干嘛？他不是越后面那个画风越奇怪了吗？对，好笑。啊，我觉得如果以小时候我有办法在电视上看的来说，我觉得《库洛魔法使》真的很赞诶，《库洛魔法使》也很赞，对，是不错的啊，很棒。二话，那魔法迷路迷路嘞？哎，这个我就觉得好笑的，蛮好看的、啊，就是好笑，但是我就是觉得以剧情来说就对，就好笑而已，这样。那要严格哎，要严格。我觉得我现在更严格了，我被养大了，胃口完蛋了，胃口被养大，胃口被养大，看太多神作了，不行了，没办法了。
哎呦，奇怪，我觉得怎么回事？这是第三个紫金洞了呢。啊，那你很会玩，好爽哎、欸，好爽、喔，好爽哦、喔，可是都是那种超少的，就是进来然后挖个两三颗就没了那种。还要你在那边等、啊，你我已经等了、那個、等了两，不行，那个等真的都要等好久。对啊，你要慢慢只有影月的，没有只有影月那个是被眷顾的紫金洞。真的不如去挖矿，你挖到一个铁矿脉，你就起飞了。对啊。还在这边等，哎呀，哎呀呀呀呀！我以前倒是蛮喜欢那个犬夜叉，哎，犬夜叉，犬夜叉好像有哎、欸，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是分开看，那是我表姐超爱，我表姐好像超喜欢犬夜叉的那个杀生丸吗？对，你怎么知道？哎呀，谁不爱呀、啊？人很高哎、欸啊，高人气耶、欸，杀生丸。比较帅吧，超爱杀生丸，是啊，犬夜叉就很吵而已。哎、欸，不是，哇，前面很难会主推犬夜叉吧？对啊，后面有成长起来，可能 还不好说。可是前面当然是杀生丸吧，开什么玩笑？啊，不是那个小小那个碗什么碗的那个、啊、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是变成狗狗的啊？我说你是说狐狸吧？是那個、狐狸。狐狸吗、啊？我忘记了，就是小小子的那一个。哦，那只哎，那它叫什么啊？有点忘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嗯、我很喜欢它，我觉得很可爱。云母很可爱。对，云母。好、哦，云母。哦，对，云母超可爱的。云母是谁？好像云母是那只两条尾巴的。云母是那只坐骑。那个两条尾巴会变大、变小、变漂亮的那一种。对对对，会变大只坐骑。对不起，因为我的犬夜叉都是跳着看，我可没印象。哦、你知道那你知道三图吗？我只知道有个法师的手有动，就这样。对，法师的手，确实有动。很帅。他也是风雪要被讲的超难。风雪。对啊，他名字叫风雪啊。对啊。他真的叫。哦，然后直接讲有动。还有那个脑袋有洞一样。我小时候，我小时候会把桔梗跟那个是阿里吗？还是谁啊？完全分不清楚。哪会啊？眼睛大跟眼睛小、欸，哎，两个差很多、欸，哎、嗯，就差很多、欸。我小时候，可是某种层面来说，分不出来是蛮正常的。对，因为他们其实剧情也是，不是因为他们剧情也是这样雕，剧情他们是转世啊。对，是哦，对，不知道穿越番呢，所以其实他这样子也很合理，对啊，所以这样代表他是那个是穿越番呢，对，对，他是第一部穿越剧，哎，穿越剧，他说那只小只叫七宝啦，对啦，对啦，那七宝，七宝，他超可爱的，我小时候是他的梦，他很屁耶，啊，他很烦，这个梦，我觉得他很烦呢，我觉得他很烦呢。可爱、欸，我要去看七宝是谁？七宝我更没印象。就狐狸呀、啊，那只小狐狸呀、啊，小狐狸呀、啊，那跟在那个阿里旁边的。对啊，一直喜欢捉弄他。天天在欺负我。对，不是欸、这只很吵、欸，你怎么？对啊，他吉娃娃哎、欸。吉娃娃，全过分。好过分！不是，我很喜欢。我这是讲个喜欢，突然被攻击，好可怜。这也还好啦，毕竟我家那时候年纪比较小，不是有对他印象。就我记得很巧，你尊重一下他。突然角色被这样讲，哦天哪！对不起，对不起，我很过分。不是，我不知道，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像那种抽泣的小男孩吗？因为像是如果你们看一部剧，你们会喜欢男主角，就通常大家不是会喜欢主角嘛？可是我就觉得还好，我比较喜欢那种配角，你喜欢配角，很边边的配角之类的。啊，可是这样子，他画面很少哎、欸。可是就是他出现，你会特别兴奋，哦，好可爱啊，这样子。这样比较不容易注目他吗？对啊，对啊，不容易。那有人哈疯婆婆吗？疯婆婆，婆婆是谁啊？你说那个啊？你说摄影少女？不是啦，那个啊，就是哦，不是叫阿里射箭的那个啊。那个婆婆，婆婆是谁啊？桔梗的妹妹，桔梗的妹妹啊，然后后来变成老太婆那个。
哦，戴眼罩的那个。过去的时候看到已经是戴眼罩那个，那个是杰哥的妹妹，疯婆婆。没有，不是我查疯婆婆为什么会跑出封神榜之中易乾坤角色的疯婆婆？你看哪个疯啊？救命！眼睛要痛了，不对了，不对了，眼睛痛。这是啥？啊，疯婆婆年轻时候也蛮正的，很可爱哎。对不对？没有，我刚刚查到是真人版的，不知道是谁。哦。哎，我小时候蛮喜欢钢牙的，那个用脚踢人的妖狼族少主，嗯，用脚踢人的。我喜欢男二，不喜欢男主。不要怎么查钢眼是小钢牙，钢牙，钢牙，不是小钢牙，不是钢牙，我查钢牙蛇是不是小钢？为什么？请你在后面加一个犬夜叉好不好？谢谢你。哪有我查钢牙，明明就有出现钢牙的照片。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查钢眼。哦。为什么是钢眼？他刚听错了。哦。哦，好白痴哦！我的天哪。犬夜叉有女儿哦，真的假的？有啊，那是犬夜叉有啊，有有有有第二部了。可是不是听说没有没有没有褒贬不一。褒贬不一，喜欢的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对，这种续作我觉得都是这样，就是粉丝情怀。哦，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那个罗那个人那个木叶忍者那个忘记叫什么，什么名人传，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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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传，也是褒贬不一。博人传有到褒贬不一吗？不是就大波不平，大波不平，褒贬贬贬贬贬贬贬，那就是大波不平啊！大波贬不一，大波褒贬不一。哦，小红豆这个动画真的也很久了耶，小红豆好久哦。哎，小红豆的漫画跟动画差超多哎。听说漫画爆炸啦，听说漫画是爆炸的啦。你想一下，那种国中男生女生在同一个棉被里面睡觉，你想一下，哎，哦，我的天，对，有到这种剧情啊，不太妙。正常还是他们只是说聊聊事情而已 ？OK， 所以该不会什么盖棉被纯聊天？是，对对，他们是真的纯聊天，对，是他们。他们从那边出来的，对吧？从那边来的，是不是？原来是这样啊！对 ，OK。哦，他们说漫画版小红豆劈腿，哈，对，没错，我想说不讲的，他超坏的，永志啊，你们说永志柱很渣嘛？但是永志柱在等他，一直原谅他。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都蛮不好的，所以其实他不是给小孩看，那是给大人看的的吧？其实。都有接吻的，怎么会是给小孩看呢？也没有吧，有接吻啊。现在不是没有说，现在不是很多都接吻的。没有，那是现在啊。你想，他那是很久以前的人。哦，也是啦。那个年代的话，所以他劈腿。对，就是因为永之助出国嘛，留学，然后他按耐不住寂寞。被一个同班同学，就跟那个很另外一个喜欢他的同班同学在一起。对，哎，他就跟那个什么，那个玩偶游戏，梦幻游戏，玩偶游戏，玩偶游戏，雨山丘人，玩了那个不太一样耶，不太一样嘛，嗯，剧情不太一样，可是感觉三奶还是爱着那个啊，喜欢丘人啊，对啊。只是那个什么陈什么的那个就直陈，就是一直在对直陈啊，没有直陈超可怜的哎，他很可怜哎，不行，不可以有人追直陈，他最可怜了，我不能接受。怎么了？怎么了 ？AKA 直陈，开战开战，是我直陈小天使。因为完了，不可以，没看完，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他就是一直都很牺牲奉献，他也没有就是要求沙男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可是沙男就是后来觉得说，哦，他可能就是他就是有点类似要就是让那个羽山秋人有点嫉妒还是干嘛，然后他就有跟那个织城在一起，他最后超难过的哎，他们就是曾经在一起过之后，然后他就觉得他再也没有办法再喜欢上就是任何女生有办法跟像那个。就是更喜欢其他女生，所以他后来是跟男生在一起，就是转性哎，
也不是转性，他只是觉得在女生里面他不可能再找到比那个就是比女主角他更喜欢的人了。Hey, 就是他是一个超级、oh. 超级悲剧的角色哎、欸，我不行，不能有人这样讲他，我不可以，不可以，他就是我孙子了，大家不可以这样。可是我觉得感觉也不错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有本本可以看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的不同。啊，好可怕哦！也不能说可怕，就觉得这角色做得好。你说好，性格很鲜明。对，就有点太过悲观了。我终于有意思笑。如果在同年的话，会我如果我知道这剧情，我会很难过，我会很压抑，玩的不好死了。没有动作的那个啦，动画是没有拍到的，那个是漫画。漫画啦，嗯哦。啊、因为那很后面了，对，那是超后面的，就是结局。哎，真的很可怜。那最过分的是沙男哎、欸。对啊，其实要没有，其实两个男女主角都没有很好，就是不够成熟吧，太年纪太小了。对。啊，还是看《骷髅魔法使》他们纯纯的爱就好了。他们这种在那时候看那个烘焙王嘞，烘焙王最好看，烘焙王笑一笑就好。那个我是笑一笑就好。你真棒，亮！亮你真棒，亮你真棒，亮你真棒。别瞎掰好吗？不要瞎掰好吗？并没有。我觉得亮你真烦，真的是很烦。我才发现原来网络上超多梗都是这一部出来的，很多超多梗的啊。对啊，梗超多。亮你真棒。我常常这样对人家讲哎，有时候搭不上，我觉得我好难过、哦。没有，现在如果我在了，我就知道了，我知道。完，你真棒。亮，你好厉害。烦呢、欸，好烦呢、喔。基德也是斜杠啊，我都会耶。对耶，他真的是有朋友圈的斜杠。对，他什么都做。基德并没有这么想。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基德还只是出现在回忆里，然后到后面是直接连线，然后跑出来，不知道在干嘛。对啊，直接跑现场就会出现。微亮，我是基德。对啊。不是啊，他那整出就他整部都很荒唐啊，就是真的好笑、啊。他真的是只有前面大概五集吧，还有稍微认真一点，就是比较严肃，你知道，后面就是直接。然后他偶尔跑主线的时候，还是会稍微就是稍微认真一下。对。可是就是稍微，然后突然就会转回去了，超好笑。真的很喜欢欸。那部有主线哦。那部有，有有有，是有主线的吗？比赛啊！啊，人家是有主线的哦，摩纳哥杯啊，对，然后反正有好像四部吧，那个新人赛、摩纳哥杯，然后还有后面那个烘焙王九，对，哦，你看你就知道我最近看多了，有，我以后过去先打小老鼠打团团，看看有没有你这样子，我就标记你团团，挂着剪片有没有？团团出来玩，我现在基本上就没开台啊，我都是挂在那里啊，都在看，没事，好开心耶，我也是，很开心耶。几号可以穿越时空？你们自己去看啦、啊。叫大家真的都会去那个木棉花那边 take 团出来玩，那个熊猫团啊。他们那边是新的潮流了，鸟人跳跳绳，不要这样、啊。鸟人跳跳绳，什么什么东西？他们现在聊天是一大堆鸟人帮，对，贴图，就让他们聊天室是跳跳绳就好了。聊天室大家知道的，可以去那边团团跳跳绳。不要我跳跳绳，不要，恐怖哦，玩。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第四颗紫金灯了，还好吧？欸、你很扯、欸，一个半小时了，好、啊、你都在挖，是没真的很夸张。哎、欸，那你这样加起来已经四颗了吧？那个刚好有没有？
每个都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哎呦喂啊！哎呀，哎呀，哎呀，没有黄金了。你要吗？你要黄金吗？没有，我只是要挖母矿，我想要生钻石出来挖。我还是要来我这个洞，我这个峡谷很大。啊、哦，又很大了，又很大了，又很大了，是草了，我先把我自己盖起来了，来一起一起盖，一起盖哦，哎，盖起来，那个叫什么？先盖一下，先盖一下，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到了？我时候到了，等一下，世界将臣服于我，你是要确定呢？什么东西？我乃世界主宰。哦，好像有看什么很中二的东西。他们是不是都跑去村民那边了、啊？哦，那好像没有我们四点八。刷书本时间，刷书本时间。我刷书本。给我，我有幸运装，我有幸运装。去刷书本时间。哦，他们是要刷那个攻击书啦，不是我们。好多啊！你要过去看。一刀一只刷书本时间。没有成果哎、欸。没有，外面没有。比这里，我在家吧。哦、我家里还有耳哦，好亮哦！哦带回家了。你还是回来玩一下好了，家里蛮好看的。好了，我要回去。我想回家看一下。好多，你好多好多好多，太乱了。好多哎、欸！你要变回平凡人吗？我先回家放一下东西啊。好好开心哦！好开心耶！我们已经不是曾经的人了。僵尸王在，开心耶！僵尸王，巨巨人是这一只吗？哪里？不是，我看到了，在那个传送门那边。在我，对。哦，你他在上面，你站那么高干嘛？你给我下来哦！下来哦！你给我下来！下来！我想说，我答应家，他下来了。啊！僵尸王出现了。他死了，快了！被摔死了，有人太痛了，我一个暴击弄死了。有人太痛了，我只摸了一刀。有人太痛了，我把他推下来就死了耶！太痛了，有人是不是伤害坏掉了？陨月才是僵尸王吧？打他！快打他！无情天无悲鸣。好，结果是让你听听，明月思变啦。没错吧，输掉了。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哎呦，哎呦，你要说还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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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没有啊，被抢掉了。你要下班好吗？哥等着，是最胖的，我会回来的，是吧？我会回来的。会等着，刚刚是出了一点意外。会等等，我还有第二阶段。灵体啦！刚刚我忘记拿东西啦，等我一下。我还有第二阶段啦。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衣服是怎么样子才能有那个潜能？你要打怪啊！潜能你要重置啊！打怪，你要拿那个重置潜能的话，或重置石，或重置石直接弄一下就好了。对啊，潜能的话就是一般的装备嘛，自己做出来的装备，你要去拿那个重置石，拿去潜能台那边放下就好了。哦，是自己做的才行吗？自己做的或打到的都有，啊、打到的是未鉴定，未鉴定可以直接去鉴定就有。那、没有未鉴定就是自己放那个重置的。哦，好，放在这里，放在这边，好吧。好，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去重置一下。我不是故意的。好了，我老实讲了，那个。刚刚其实这个是下礼拜的活动啦。哦，难怪你刚刚那么紧张。你刚刚突然一个，噔，不小心触发了。你刚好可以调整一下，你刚好看到我们那个，这是演习，这是演习，这是演习。我还没写，还是没写。难怪一刀就不见了。对啊，因为开心一刀，然后就死去了。对吧？有时候大家先回溯一下自己的记忆，后回到十五分钟前，我什么都没有发生。没事，什么都不记得。我们在 reset， 我记得我们刚好是在讲我是基德嘛，对不对？那你要再问一次那个潜能吗？哦，没有，那时候发发是讲了一句话，是说我还是团，你要来我这边也很大。就出来就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没错，好了好了，而且啊，第一阶上了第四个紫金洞嘛，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一阶上了，是这一切找回来了，找回来这一切接到了奇奇怪怪的地方去了，对对对，我的天哪！所以芳芳，你现在回来，你没办法回去那个洞了。我忘记在哪了，我没有记耶。不过我应该可以再绕回去，嗯，可是要等我一下。好诶，欸，挖蛋力，挖马蛋力兔。啊，那芳芳，你等我一下，嘿。对，你的石头要记得带走呢。啊，我是什么石头？重置吧，你的潜能鉴定。谁在台词里面？你重置石块材质算了。你来了来了，你怎么连这个也忘了？有没有？刚刚事情忘了，这个也忘了。嗯，这个也忘了，你忘得很彻底耶。我以为他会跟着我走。没有没有没有。哇哦！我想，芳芳，你知道他这几个台词的各个功能吗？合成我不知道，我知道锻造。合成锻造，你知道左下角可以换附魔吗？哦，我知道，我知道。合成就顾名思义嘛。就是合成，就合成。啊，合成把两件装合在一起。合成就是把两件装备合在一起。它是所有的都会融合吗？假设你来看，你可能左边有五个词，有词缀是可能是两个攻击的，右边也是五个词缀有两个攻击的，你合出来就有可能是五个词缀有四个攻击，就是加起来除以二，加起来除以二，抽样抽样。你玩过宝可梦吗？有。你会玩？你会养六 V 的吗？有。对，大概就是那样子。不是他的字太多了，我看不懂。说明书这样，以上就不会说明书太多字啦，说明书完蛋了，完蛋了！我想办法再去改。订阅说明书，反正还是你要把那个说明做成类似那种，你知道玩游戏地图不是有那种小动画吗？哦，啊，这样讲好了啦。然后到之后，到时候就可以帮你盖一个类似什么轻松末日博物馆之类，大家就可以进去看这样。阿发，哦，你想一下两个词缀的那个条嘛，就是那个卷，然后丢在一个箱子里面，你抽五张起来，你懂吗？啊，我知道怎么解释了啦。嘿，啊，就爸爸跟妈妈嘛，然后嘞，啊，爸爸有美人尖，妈妈没有嘛，但你合生出来的小孩子有可能有，跟有可能没有嘛。那，啊，可是意思，哎，可是你这样子可能会啊，是吗？差不多吧，其实你概念还是蛮像的。那万一如果抽到刚好是有美人尖跟美美人尖的怎么办？装备迟钝会这样吗？是你运气比较好，就是运气比较好，还是运气比较差？就是没有什么隐性显性的问题，就是爸爸有或妈妈有，那出来的东西就有可能会有，可能会没有这样子。OK OK OK， 好，反正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就对了，管它有没有。反正就是左右两个加起来，然后就看你要什么东西啦。然后你要，等一下，他们在思考了，他们在思考啦。啊，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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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你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教你就好了。是啊，你直接跟说法爸先去找洞，不要看这个了。去找画洞，去挖矿。你之后拿钱来就好。好好好好，好的好的，找洞，去找洞。好的好的。他解释了这么多，他没在思考啦。我们之后在旁边插一个牌子，代客合成。代客合成，你要什么需求，我可以帮你寄。给一点手续费就可以帮你完成。好的好的，有钱好办事，肯定没问题啊！我知道，代收。代收了，代洗辞罪。代收哎。这种有钱就好办事的真好讲话，啊，哇，两个八八，欸，你好强哦，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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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只是刚起床躺在床上大喊吧？还要在电风扇前面，我在路上，我在汽车，等一下，等一下风很大。等我到了再跟你讲，然后开始化妆，化妆那个穿衣服。阿宝，哒哒哒，还就跑那边跑那么一下，还没还没还没。嘟嘟嘟嘟，你是不是想 over？ 你是不是想手表了？
想手表一下，手表 watch， 只是看了一下手表，想手表。哎、欸，走哪里呀、啊？你是往前走吗？你说我吗？嗯，哎、欸，对对对，我要经过那个红土的那个洞，好远哦。有还行，我就走蛮快的。嗯、玩累了躺一下。好，刚口气很像。我家很大。呵呵呵，他寄这给你。来，最后力。不是啊，可能刚刚一边讲话一边走吧，我觉得走蛮快的。因为刚刚在聊哪个动画比较坏，就是当梦女的部分。梦女的部分。很兴奋的、欸，以前真的是很喜欢当梦女、欸。哎，不是年纪大了，已经每个都打算了。真的，年纪大就知道，哎、欸，那个动画都是在里面的。年纪大不是说换成真人剧吗？不会，年纪大就是，哎呦，都好可爱哦，弄起弯孙。我是阿嬷粉丝的。角度不一样了，对，角度不一样。我、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希望他交一个可爱的男朋友。男朋友，谢谢。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哎，对。快到，快到了。嗯。你会不会说我快到是到十分钟后，还是一样快到？没有没有，到这个洞穴、哎，我跟可是你等一下要那个引流而下哦，你有水吗？你有水吗？有啊 ，OK，、哎、自己想办法哈、啊。没有，不用自己想办法，我猜你流下来的水就有了有了，哎、欸，我觉得这里不是这里，刚刚还有一个更大的那个峡谷坑哦，只是要再绕一下，底下啦底下啦，对哇，行吗？对，你行。被挖趴，我忘记了耶，我忘记是不是这嘞？没事啦，挖应该是随便走一走就可以看到，一定会挖得到。我记得有一个洞是我挖的，嗯，我挖一个路，我要找一下。我现在没有夜视，我是木小，木小，木小，是眼睛很小的概念吗？就是我不知道洞在哪，我忘了，我找一下。刚才我还啊，这应该是这，应该是这，应该是这吧，随便。嗯，也、欸、不是哎、欸，怎么办？我忘记那个洞穴在哪了。你有看到有一条路吗？墙壁的路，往下的路。那是我挖的。跟谁说话？我跟你说话。两个沟通没有在同一个线上呢，他刚刚讲这么多呢，不是因为我从你后面，你知道，我想说不对 啊，我跟着你走就好啊，怎么你又在绕圈圈？你等一下，因为我找不到，我不是你带我绕了一圈，对，我在找那个洞，你知道吗？不是现在没有夜视，我不知道那个洞在哪里。你有看到吗？没有，没看到。啊，请问你是在跟谁说话？不是，因为我小时候我都跟在后面，他应该知道我都跟在后面，所以其实没差，你知道？然后就沟通很不良哎，完蛋！再找一下哦，我真的忘记了啊！这里，这里，这里，团，这里，这里，好吧，Follow me哦。好，我的天！啊，你在跟谁说这里呀、啊？团啊团知道，来来来来来，还有这里有、哦、这里还有一个洞，笑加啦，哎、欸、是这里吗？是这里加啦哦，应该是这里吧？这里是废矿啊，应该是。你要不要再想一下？废矿还不虚一点，应该是加。这都被我开过了。OK 哦 ，OK 哦，你要再找一下哦。请问谁安德那边是丢在箱子上面的？什么意思啊？我在找，就是打完之后东西其实是丢在箱子上面的。因为我刚刚在整理里面的东西，因为我发现我附了一个掠夺剑之后，那个珍珠大烂。我知道，我现在砍一个东西掉八个，
八个哦，太多了吧？真的蛮多的哎、欸，对吧、啊？所以芭比不能拿掠夺，砍两下就一组了哎、欸，对吧、啊？所以我现在有点困难，很难，没事，我现在不会，忘记了。你拿其他刀、啊，找到别的洞可以了。真的吗？在治了，在治了，在治了。那、啊、希望你在这边玩的开心。今天是我刚刚到的。嗯，还有十分钟结束营业哦。倒数十分钟，我们走了。现在就是那种百货公司会开始广播了。噔噔噔噔。他意思就是他讲了那么多意思就是说你快走啦，都已经要打烊了，快走！让我想到上次跨年的时候，不行，我觉得你可以讲，我觉得那个很好笑。讲过啊，讲过啦。哦，对，之前讲，忘记讲过了哈。我做最后的时候，哦，刚坐下去哇，什么都没了，对，你就得走了。哎、欸，可是我觉得如果在那种。就是不是在自己的家讲家乡话好奇怪，反正就是不是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上面，然后遇到这种事情，我会觉得就是很难过、欸、就是我会很想哭啊？为什么？我不会想哭，我只觉得人在异乡啊，就是很孤单的感觉，我今天什么都做不好，我好难过这样。你就突然直接哭出来。我好烂哦、喔！哎、欸，这里也蛮大的哎、欸。对啊，对呀、啊，这个情绪转化，对呀、啊，好像上礼拜才看过、喔。你很乐观哎、欸，是有开关的，是有开关的。不是啊，真的很大、啊，你过来看。等一下再过去。等一下，你在跟谁说话？很大、欸。你跟谁说？哎，杰克，你又变得很小声，小可以了吗？真可以了吗？你怎么最近都一直变得小？不是啊，就是太敏感了。你为什么会那么敏感？你刚刚好啊，你不行这样子啦。对啊，你也没办法，我在驾驭哦。对啊，加油！你要对他并焦点啊。杰克、啊、你很棒，我怕等下被六代啊。六代你中，你想太多，你不会用到六代的。笑死，哎呦，完了，我是不是要记这个坐标的点啊？不行，下礼拜再来。哎、欸、你怎么摔下去了？你推我的啊，不然我哪有推你。我是刚好挖到你就下去了。你要水吗？你要水吗？不用了，不用了，我有，哇，我醉，哇，小雨、哦、无情开爱，三张，服了，完了，还行的，后面是冲七十的，加七而已啦，七十趴加七吗？均值啦，对，他刚刚有冲三十趴的過一張，我冲四张三十。嗯，那这样子要先充70%的电水位吗？不用啊，没有电水位，这个水不水位的问题啊。卷轴水位是那个锻造台的那个才有。对啊，卷轴的都是独立的。奇怪，我刚刚有，我以为要电，我有用一下。哎，阿发，嘿，有，等下跟你要命名牌了。我忘记我放哪了耶。没事没事，因为不见了。中介蛮难不见的，不是，我忘记我放在外面的箱子，结果我命名牌就不见了，那是被拿走了。中介蛮又不见了，对啊，又输了。我觉得那个风水是不是怪怪的、啊？不是，可是他这次存很久了，存活很久了。对啦，有啦，很奇怪、欸。我点到三个，你看，可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耶，你有看到吗？我放在那个你知道一开始我们重生的那个平台嘛，就是有那个箱子跟火炉，香炉，对。我回去找好了，因为我也忘记了。好 ，what？
喂，香炉，喂，好啊，下次用。哦，这里真的还蛮大的，很强耶。对吧？我找洞专家。嗯，好，专家我知道了。嗯，奇怪，我到底放哪？但是迷路专家。啊，对，我放在附魔台，我放在附魔台的箱子。对对对对，有三个。嗯，哦，三个很多哎。啊，刚才那个废弃矿坑找到的，超多。耶、yeah, ！哇哇，你找到这里了，好酷哦。嗯，哦，哦，你很会找哎、欸，还是专家？我也是专家，你也是拉特专家，太强了。是哪一个？哎，杰克，你那个杜鱼叫什么？你中介版那时候叫什么？给我拿好命名牌。哎、嗯，对，好、哦、是。他拿不好哎、欸，那你可能要再命名三个别的，要换一个。加雨山丘人好了。为什么？雨山丘人不渣。哎、欸，反应怎么这么断线？没有，我没有经验命名。哦。变雨山丘人。今天的话题有什么？看一下、哦。嗯。好，叫七宝。他死就算了，七宝，他死完小侄子在那边，他死掉就算了。啊，死掉就算，哦不，爸爸会很难过哎。那爸爸你要保护好他，还有所有的七宝粉都会很难过。哦，那七宝粉像八宝粥的朋友，我就想说，我才想说我要请八宝粥、欸，很像日式七味粉的另外一个牌子。哎、欸，被你这样一讲，好像哦！我的天哪，好好笑，好恋在是哪七宝啊？那个红豆、大豆、红绿豆，那是八宝之类的吧？不一样，那是彩虹粥吧？八宝粥不一样啊！八宝粥的朋友吗？哎、欸，你们八宝粥里面啊，哎，八宝粥里面最喜欢哪个豆啊？还是你都不喜欢？内角。哦，这是红豆，它有什么啊？材料？我记得有红豆吧，大红豆。哎、欸，大红豆是？你在唱歌吗？绿豆。哈哈哈哈哈！唱这么凉？多唱歌。好玩。哦。救命！红豆是花豆吗？我不知道哎、欸。花豆不同吧？花豆是另外一种东西吧？哦，我不知道。小红豆，传统八宝粥有红豆、小米、绿豆、核桃仁、花生、红枣、山药跟莲子。对面有花豆、啊？没有啊，这个没有，它这个是传统花豆，是那個、哦，没有，应该说外面大多都是有花豆的。抹花豆，其实超爱花豆的。魔花豆，梅花豆，魔花豆，魔花豆，什么魔花豆？米豆，米豆子吗？大豆，然后用糖腌。那应该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叫它大豆吧？嗯，好过分哦！大豆很好吃，叫米豆子。他八宝粥的制作方法有辣八宝粥、儿童八宝粥、孕妇八宝粥跟老人八宝粥，好多哦。有没有萝莉八宝吗？有没有小孩八宝、萝莉八宝？有没有儿童八宝？就儿童版吧，儿童版。阿基要不要买来试试看？阿基是美眉不一样啦，还有美眉，哎呦，要选还有美眉。他是需要美眉八宝粥，讲起来超级美眉八宝，听起来是很奇妙，我觉得不行，好恐怖！我先打电话了，讲话也觉得怪怪的，听起来我手机放在电话上面了，我手机我手快直接打1922了，美眉也有超过美眉有超过18岁的啦，美眉不一定是18以内嘛，对不对？对啊，他说比年纪小以下都可以啊。
对啊，妹妹啦，年下都行是。对啊，年下。啊，不是啊，年下就是年纪比较小，年纪比较小啊，年纪比自己小的就叫年下。这个词到底是哪出现？很久了，日本的那个啦，没有没有，年下是日本的那个年上年下，这样就是年纪比较大跟年纪比较小。哦，对啊，没事。你就一直在想到底这个词是哪开始出现？嗯，那就是那种就是 Guild Game 里面的日文，然后大家就会直接拿来讲。对，嗯。哦，泰山八宝粥里面有花豆，没错啦，有花豆啊。嗯，哦，因为我去吃外面的八宝冰也都有花豆啊，都有的。李欢五花豆，五花豆，五花豆。哎，欸，我刚砍怪终于掉钻石，我也是。有啊，上次修了，开心。上次修过了，嗯。第一次打到，开心。有成就感，开心。嗯，请问红土这个红砂烧会变玻璃吗？就玻璃，玻璃啊，普通玻璃而已。哦，啊，太好了。哦，什么？我找到一个大豆。哦，大豆，大豆。就想到八宝粥里面如果加纳豆会怎么样？就变成九宝粥。啊，九宝粥。感觉很变，感觉很黏呢，欸。感觉很棒，不是它的口味是可以这样子搭的吗？可是感觉蛮臭的，也不太行。对啊，就是发酵了耶。对啊，它还是食物吗？搞不好是是啊，搞不好吃起来其实也不错。你要想一下，第一个吃纳豆的人在想什么？第一个喝牛奶在想什么一样的道理。哦，对耶，牛奶其实没有处理过也是臭臭的，不是吗？还是那是羊？真的假的？不是吧？牛奶不是可以直接喝吗？没有，就是味道比较重嘛，生菌量太高了。哦，啊，所以那个直接挤在杯子里面直接喝下去的都是骗人的吗？就是你会很容易拉肚子，对，会超容易拉肚子。哇，对，也速变，就你可以这样做，对。那个母乳跟那个的差别哦，是吗？就是人类能够接受母乳的那个菌，可是我们不是小牛，所以我们没办法接受牛的那个菌。牛的哦，对对对，哦，就是它对牛是好的，可是对人体不一定能够吸收。嗯，因为我们没有四个胃，是因为我们不是牛，我们不是牛，对，我们不是牛，没错。你有四个胃，你也不是人了啦。哇哇，那你真的有甜点的胃了呢。哇哦，真的有，有还有一个火锅味，火锅味是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火锅要很大一个味啊。十万个味什么？十万个味太多了，好猎奇的感觉。真的哎，可以回去。嗯。差不多了，太多余了，差不多咯。今天我真的以后真的是去找红土去挖黄金就有钻石了，真的，不要在那边找钻石母矿了。还在挖？对啊，你还在挖？你好笨哦！你好笨？不是啊，我怎么好笨哦？好坏耶！好坏耶！我就说我没有了，哎。哇，这个，因为我已经挖爽爽，我已经挖一组多回家了。你跟你说我两组半，钻石哦，小学生到底谁才笨？对，没错。哎，第三名，我把这一位置接下来。我现在胃很敏感哦，不用记了啦，小雨他们到时候去哪边就 DB 他们就好了。我现在跟人家抢啊，这边可以自己挖哎，欸。没有那个洞大的，没什么好抢不抢的。水晶洞吗？没有啊，那个一般的大洞，红土的大洞。哦，反正红土我记得那边蛮大的，慢慢找。对啊，主要是红土的大洞。哎，欸，大家都过去过了吗？没有。
去哪里？你的那，你跟你在跟谁说话？你的那里是哪里？你们啊，你是那个刚刚带团团去的那个洞。没有，他是去那个洞吗？我是另外找的。我刚好过去，对。很大哦。好的。OK，OK，OK。我靠近电话了。你知道前阵子有跟那个就是刚好有那个什么就很久以前的国中同学就是有约，然后呢就见到面，然后我才发现就之前聊到的啊，就是真的是会就是你在实况上跟大家，因为我们大家平常互动不都这样吗？嗯，然后真的是会不自觉的带到那个就是跟可能现实朋友交流的时候用，然后才发现欸不对耶，他们好像不会很习惯，我觉得超好笑。不会接话吗？对，他们不会接话，然后他们会说：“欸，你的职业病犯了，你收一收，你可以不用这样，不用这样，不用一定要做效果。”啊，这样好难过，就是超级效果仔啊，效果仔，那是职业病啊，那是职业病，你知道吗？讲话真的会不自觉想要接东接西。欸，可是我跟我妈妈也会耶，然后我就觉得，哦，我这样讲话会不会对她有点太坏？可是她会笑出来，好像也还好，就是刁她一两句。所以我们的校长呢？我们校长怎么还没有来 啊？对哈，校长在挖苦，校长还是我们今天统一开加班台。好的，那我们继续工作了。我要去继续挖了，那我要继续去挖水晶了。要这也是可以的，你们可以陪我一直玩到这个半夜去了，没关系。那我真的要去挖矿了。我要去超越手表了，再见。有人超越手表。好啦，见到这啦。然后你们今天看到的什么东西都全部都忘掉哈，我们下礼拜可能对这个东西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对，当都不知道。不知道，刚刚只在聊聊动画而已啊，对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好，下礼拜见，拜拜，拜拜。Bye bye bye bye。一二三，一二三，好，没事没事，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待会就光宇喽，感谢大家，那待会要看我投胎的可以留下来。你现在还是抱持着每天喝牛奶的习惯哦，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记得是说，直接挤的牛喝起来的感觉会不一样，可是我就记得里面是有很多菌啊，我当时真的是记得这个东西。就有什么牧场那种，我们家的牛什么可以直接喝啦，没关系这样子。然后再加上那个他那个阿尔卑斯山上的少女，就在那边直接喝牛喝羊奶这样子。